如果生命有一种选择，没有多余的绚丽，没有修饰的微笑，我想这正是我希望的样子。如果这种选择就迷失前行的方向，我也希望在这条路的尽头看到的不是自己伪装的模样。即使这路难走，我也感激它让我感觉到呼吸。告诉你，借这钱的时候我就没打算还。够牛的呀，这种死账要回来。龙哥正忙着呢，别急着要工。东南亚仅此一份了，为了给你，我可是跟上面讲了不少好话呀。就这点本事。没听见人家说你无能吗？啊！又怎么了？哎呀，龙哥他们来了，你赶紧换身衣服，补个妆。我一会儿叫你啊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们那群人你得罪得起吗？我这里有一份见面礼，这条送给你夫人，可是真品喽。哦。哈哈，金老板果然是高明哦，海关不好应付，掩人耳目。金老板，那咱们的国际大买卖就算完事了。我会定期叫人过来取货。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
左一，新来的，不会喝酒没关系，你醉几次就习惯了。这酒呢，非常管用，相信姐姐。我在这儿呢，大哥等着你喝酒。谁呀、啊？他们跟你说话呢。没亮了，我找关系花大价钱搞来的东西被调包了，一个歌女都敢拿我的东西，马上给我找回来。玩这游去，我自己去就行。
你到我家来的，东西给我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从龙哥那儿拿走的项链。项链，想起来了，那是龙哥送给我的。给我。不在我这儿，我一个朋友结婚，我就把它当礼物送给他了。赶紧的。 骗我！看，不见了！你玩我？金老板，你放心哈，这个东西是肯定能找回来的。我话俾你知，钱我可以唔要，东西要是丢了，你我都得还完。是，放心，我已经安排最得力的人去办了。我在大陆混的也不是一年两年，没问题。 邮局的人都已经说了，在路上了，三四天就能收到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必要骗你嘛。白马藏区去过没有？去过啊，不过是很小的时候了。怎么了？那现在回去南昌证件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哎，现在去藏区啊？好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没人要和你去旅行，项链要是拿不回来，我弄死你！
是我爸的车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红色，所以就把它刹车了。没人问我怎么说。后来出了点事，我就把车留下了，不过很少开了。我觉得这东西被调包不是偶然的。什么意思？我刚得到一消息，卓一跟靓妞出城了。直接说什么意思？我怀疑卓一。放屁！他跟了我这么久，怎么可能嘞？大哥，我亲眼看见卓一跟那个女的在一起。卓一以前从来不来夜场。他怎么来了之后突然跟一个歌女聊得那么热乎？这一定是个阴谋。大哥，你可别忘了卓一他义父的事。哥，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人东西都给我带回来。这你画的？城里待着太闲了，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出去旅行了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没有人要和你去旅行。事实上，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呀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来，再来一张，笑一个。我有，你凶什么凶啊？我有那么讨厌吗？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帮我？没人想帮你。天都要黑了，我们还要继续走啊！前面有个小镇，今晚住在那儿。对对对，全是山路，晚上走也不安全哈。后面的路换着开。OK 呀。哎，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了。你可以睡车里啊。这什么态度啊？问一下都不行。
爱看我。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伦哥的项链你也敢偷？我要清理门户。见到卓一了，他不承认，他要跟你说话。别说我没给你伸冤的机会。龙哥，这里面有点雾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马上把项链拿回来！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消失。出来！撞门呢！大哥，人跑了。废物！今天死的是你！知道我等了一天等多久了吗？就你这种破死，给我兄弟们玩，都没人碰你。破项链，至于吗？破项链，那条项链里边是最新的印钞技术，够你荣华富贵一辈子。你说你拿走了，我们能放过你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痛快，不会像你养父那样。
龙哥以为我私藏了项链，你又杀了穆坤，现在我们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问你话呢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是你该怎么办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拿回项链，就把你交给龙哥。哎，我真的是无语了，项链又不是我偷的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自己去解释吧。哎，你以为我稀罕那个破项链啊？要不是为了不得罪龙哥，我才懒得搭理你们这帮臭流氓。刚才为什么回来？这样吗？我之前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但是我错了，你跟他们一样，就只会仗势欺人。明天继续赶路，早点休息吧。没亮了，偷我东西还杀我人，要不然直接把快递车抢了得了。什么？你嫌事不够大是吗？猪脑啊，猪脑啊，动动脑子好不好？那怎么办啊？前面的小卖部停车，正好我也可以买点早餐。干嘛？手机借一下。哟呵，现在知道求我了？你继续凶我呀。想不明白，你不觉得那两人很可怜吗？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你真当自己是救世主呢？反正如果你要是乞丐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帮你的。有完没完？凶什么凶？
真不知道怎么会和你这种人坐在一起。我哪种人了？这还用问吗？为什么大家都怕龙哥？不就是因为他是黑社会吗？你们这帮人来了，我连歌都唱不了了，真是没个好东西。你不是他手下吗？你要是好人的话，我看只有鬼信。说完了吗？你只需要带我把东西拿到，否则我他妈有办法让你后悔。莎莎的，你家人就不担心你吗？养老院里的那个人是你的家人吗？我看到你给他的汇款单了。大哥，事情已经办了。停车了，这谁呀？
我们现在要去哪儿？拿到东西见龙哥。你是要报仇吗？以前在街头混，他收养了我。那和龙哥又是怎么回事？他以前帮龙哥收账，被人陷害，出了车祸还丢了一大笔钱。因为没能力偿还，龙哥就让我帮他做事，当时抵债了。那你没有父母吗？你以前做什么的？和你没关系。聚会，要不要我去弄点吃的回来？算了吧。切，我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你就相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唱一首吗？不要，不要，唱完。小忙，希望在座的各位大哥帮帮我。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开车过来，但是在路上我们丢了行李，所以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希望各位大哥能够帮助我们一点点，谢谢。风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只是你的眼睛。春去秋来，草木多青。好，好，我唱的怎么样啊？这个给你了。谢谢大家。不错哈，唱挺好听的。哎，唱完了。谢谢。不错啊，来，咱唱。这给你的。谢谢。小姑娘声音不错哈。谢谢大哥。唱谢谢大哥。谢谢。我看好你啊。听着喝着，都别耽误。谢谢大哥，大哥谢谢。小姑娘声音不错哈，唱跳听的。等一下，大半夜的，钱也收了，东西也拿了，还装什么清纯呢？给我们兄弟跳脱衣舞吧！来跳一个，跳一个。那个，我只会唱歌，跳舞我真不会。不要装清纯了。给大家跳一个，好不好？你干嘛？好，跳一个。哎呀！
你一定经历过很多痛苦吧？人不都是这样吗？一个伤疤接着一个伤疤。可以告诉我，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吗？下吧，有病吧你！你就帮我一下嘛。Thank you.
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？切，不说拉倒。我是想啊，以后能去一个地方，那里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呢是因为真的喜欢我唱歌而喜欢我。还嫌夜场的人不够多呢？不是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想做就做吧。大哥，电话。金老板，东西已经找到了，不过已经寄出去了。你拱什么？无论怎样，你都得把真项链给我找回来。你放心，这是我亲自出马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等着被警察抓！联系船只，马上就回东南亚。走了。钱，我没钱了，住店煤油都已经花光了。等我一下。美女，加满了。
怕什么？没什么，还想着回去呢？不想了，再说也回不去了呀。静雅，你把东西送回来，我们两清啊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去你大爷的！非常感谢老天爷为我们安排了这一次不一样的旅行呀！谢谢你，别跟我套近乎，总之就是谢谢你。试一下你的车啊。好呀。哟，还有变速啊。请问白马藏区离这还有多远啊？白马藏区远着呢，你们走错路了吧？从平武县城那边走整好几个小时呢。静雅啊，哎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？为什么绕路？我没有绕路啊，是我走错路了吧？还狡辩？我真的没有，真他妈不知道怎么会相信你。我就是绕了，怎么了？理由？我发誓不再路过那个地方。因为养老院里的那个人吧。你恨他，为什么还给他汇钱？他是我爸。你还是很在乎他？因为他赌博被抓了，我妈也离开了，本来好好的家就被毁了。
静雅。静雅，你终于来了。爸点时间吧，我会给的，只是现在不想欠你的。你还在为别人活呢，我活的就是我自己。有一个帅哥要搭车，我们带他一声吧。哎呀，他还背着吉他，说不定跟我一样是搞音乐的。我真的非常想要有一个人跟我交流一下音乐的。卓一，卓一，卓一，帅哥，你是要去什么地方啊？去哪儿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在路上。你这句话好有哲学的味道，是吧，周一？我计划走2000公里，如果走完了，我就可以回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；如果走不完，就回去接替我爸的公司。现在，距离我喜欢做的事情还有100公里。那你喜欢做什么事情啊？唱歌。唱歌？歌手？我也是，我也是歌手。哎呀，不过我家人一直在反对，
我告诉他我的计划，他们一直在嘲笑我。不过，我也选择继续坚持，继续挑战。哎，要不唱首歌给你们听？好，好，好啊！就当是车位吧。静雅，这位是，这是我未婚妻央金。央金，好漂亮，你比照片上都好看。谢谢。卓一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卓一。静雅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喝一杯。走进屋吧。来，thank you.
洛桑的。洛桑在我手里，想要他活命的话，拿东西来见我。东西嘞？他人呢？你一个背信弃义的家伙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所以，你还有机会啊，我还可以原谅你。看不到人，你也别想拿到东西。干雷亮！可以，我没事，我千万不要给他。哇！把东西给我。把东西给我。
不要！人员龙某为首的特大跨国印刷倒卖假钞案件，抓捕犯罪嫌疑人数名，查获大量涉案简易印刷机及交易的电脑资料，并收缴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的枪支数把。目前此案已经移交检察院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。近几年，为了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和民众的行动权益，公安机关采取有力措施，推进打击假币周转。
Thank you.